死都不进来。来，老师来，跟我们签名。这么帅，要跟他。对啊，合照一下。来，让我们合照一下啊、哦！包括老师在百忙之中，来，我知道你不支持，你跟他是一个 hello 嘛，还是唱一下你成名曲给江蕙的那个？其实我是忙卖江蕙的票，我是忙卖签书会的票。哇，好会说话。那就是很恭喜菊园能够出第二本《人间天域》。那我今天就是很简单说，新书大卖，签书会成功，谢谢包括老师。闪的有多快，他真的好低调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今天冠甫老师来，我真的要非常谢谢他哦。我两本那个天宇书里面的有声 CD 都是他帮我录音，帮我做后制混音的，真的非常的感谢他。而冠甫老师他最近也为着他的理想做了十首曲子，已经发行。那在接下来大概在五月六月份的时候，会有一本非常精美的绘本有声书。对，那十首曲子我全程帮他做降式录音。那就是先打广告哈、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，而且对于陈云非常的支持。那爱访的EP 冠甫老师也是替他做制作后制及混音的部分，真的非常感谢。对，因为冠甫老师，对，因为每次冠甫老师，然后我看到我也有肃然起敬，因为我以前在录音室待过，我看到这种大咖，其实我们心里要假装很镇定，你知道吗？他一个眼色就是出问题了。对，那冠甫老师今天也是特别拨云前来，可是我去录音他都没有对我凶，因为你大牌啊。我们是 F 咖之后的，因为我 SZY 我从来没有 NG 啊。哦，对，听说你在录那个有声书的时候，还比江蕙小姐厉害那么一点点，听说没有任何的喘息声。人家是有练过，然后我不用练，天就给我。哎呦，这个我都比较偷懒啦。真的吗？那听说那个，你我相信你会很在意那个花束里面的贺卡有没有江蕙的入门票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再欺负冠甫老师，他真的是一个非常 man， 然后心地又很柔软的一个人。那在这里呢，各位好康就来了，我们的贵宾都已经来献花之后呢，我们要现场 live 来体验什么？今天的音乐临聊啊，老师你的情绪有比较缓和了一点吗？三点上三书没关系。好，老师，那是不是先就坐？我们请工作人员把这个上宝座。终于可以坐。接下来在这个时刻呢？待会的音乐临聊，请大家务必注意手机。哦，当然应该没有人有 BB 扣了哈。这个大哥，你有 BB 扣吗？应该没有，还没带嘛。OK， 应该也没办法使用。好，不要再扣什么520-1314之类的。好，那大家千万不要出任何的声音，因为待会我们会伴随着这一位，要隆重介绍一下，我们都尊称他公主殿下。